欧洲合众国2009年12月1日零点，这个宏伟构想成为政治现实。从葡萄牙到芬兰，从爱尔兰到塞浦路斯，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欧盟事实上成为单一国家意义上的版图。就欧盟成员国及其企业、协会和组织而言，无边的经济自由带来复杂的结构性变化，成为日常政务中的挑战。欧洲不断发展，不断一体化，利益游说与代表也日趋复杂，不了解新流程就有可能错失良机，无从参与其中，但这绝非不可避免。有能力传达内容，即等于成功体现利益。以前遵循这一简单公式就能有效参与影响政治决策，如今欧盟内决策过程错综复杂，取代了明晰的决策流程，缺乏对流程的掌控，就很难应付预如。决定政治日常的不仅有28个成员国，还有751名欧洲议会议员与28个欧盟委员会委员间，乃至他们与其3万名助手间数不清的互动关系。简言之，利益代表如果没有内行指点迷津，势必会变成随机变换的迷宫，令人难以适从。试想，有人能够帮助您在欧盟如此复杂的决策体系中成功传达您的企业已拥有的内容，实现您的利益诉求，您会选择何去何从呢？这种可能现实存在，它就是 OITOP。我们为您提供如今不可或缺的贯穿红线，作为独立中间人，在欧洲政治迷宫中游刃有余。需要转变视角，从而发现新的解决路径。从我诉求什么以及为何诉求，转变为为什么决策者要关注这一诉求。OITOP 独善胜场之处在于集科学经验于一体的 one-page 方法。这是一种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跨领域考虑问题的方式，旨在从个人视角转变为共同利益视角，从中找出成功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整合传达内容，不仅要决策者理解，更要促使决策者从认同共同利益出发，认同这些内容。如果不可能转变视角，我们的客户也就知道他没有可能成功体现其利益，从而做好心理准备。如同应用程序 OnePager 方法和 OITOP 的流程掌控功能，为您提供量身打造的服务。 OITOP 员工和顾问的每日要务，就是在欧盟所有环节提供长期的结构性支持。凭借办公空间、人力资源和组织能力，以及我们独特的欧盟内跨机构、跨派别和跨成员国的网络，我们能带领客户掌握欧盟极为复杂的政治决策体系，成功游说，贯彻自身利益。您了解您的产品及市场，我们了解欧盟政治，用以伴随您走过整个决策流程。数十年来，客户始终对我们非常满意，佐证我们以科学为基础的方法之成功。OITOP自1990年至今，是您迈向成功的结构性流程合作伙伴。